找亮点。外表看似小孩，智慧却过于常人，就是我。我就是被缩小了几十年，还是一直长保青春的少年。可惜，话说呢，虽然我内心是个大人，但是呢，外表还是个小孩。去年过年的时候，易小兰那家伙竟然送给我玩具。She gave a toy to me. She gave a toy to me. 哈，真是的，我怎么会想玩玩具呢？Give 这个字呢，这个动词呢，就是叫做一个授予动词。我们日常生活中呢，很常用到授予动词，例如呢，谁给我，或是呢，我寄给你，或是呢，你买给谁，这些动作呢，我们就叫做授予动词。常用的呢，有刚刚说过的 give， 给什么东西。还有呢 ，send 就是呢寄出去，例如呢 ，send a mail 寄出一封信 ，bring 就是带来，带了什么东西来 ，lend 则是呢你把东西借给了谁等等哦。例如呢，刚刚的例句 ，She gave a toy to me， 她给我一个玩具 ，She gave a toy to me。句型呢就是主词加上授予动词，加上物品，再加上介系词 to， 最后呢再加上受词。我们的受词呢就是我们给予的对象。另外一个用法呢，用起来就更加简单咯。我们用句型呢，主词加上授予动词，先加上受词，最后再加上物品。诶，跟刚刚呢加上介系词的用法是完全一模一样，只是呢它把受词提前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直接要把要给的东西接在后面就可以咯。例如呢，我们这个小兰呢给了玩具 ，She gave a toy to me。那毛利叔叔呢 ？OK，He sent me some novels。He sent me some novels. 他寄了一些小说给我。注意到呢，我们主持 he 就是指毛利叔叔。He sent 是寄的意思哦，给的意思。Sent 呢就是呢我们的授予动词，后面呢直接加上受词 me， 再加上我们的后面要送的东西 some novels， 好吧？所以呢他呢送给我一些我喜欢的小说，我呢就勉强收下了。这句话呢我们也可以改成介系词哦，记得吗？我们刚刚说介系词 to 的用法 ，He sent some novels to me. He sent some novels to me， 一模一样的意思，很简单，对吧？说到这边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特殊的授予动词了，那就是 buy。 buy 这个字呢就是买东西的买。当我们使用 buy 的时候，诶，可不是使用介系词 to 哦，而是要使用 for。 我们用 buy somethingfor somebody， 买什么东西给谁。例如呢，阿里博士的生日要到了，我呢要买个礼物给他。 I am going to buy a gift for him. I am going to buy a gift for him. OK， 当然呢和其他授予动词一样，这句话呢也可以改写成不用介系词的版本。 I am going to buy him a gift。 顺序变来变去，但是呢意思其实都是一样的，你搞懂了吗？